起来唐纳多，相信很多人对他一定都不陌生。看过泰坦尼克号的人应该都被他那英俊潇洒的外表以及放荡不羁的性格吸了一波粉。那时候的他可谓是风光无限，那时候小李子才23岁，在演艺圈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然而却赢得了无数前辈一辈子也得不到的荣誉。说起小李子，其实当年由他出演泰坦尼克号还是一个偶然，毕竟那时候的他年纪轻轻，虽然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枚妥妥的小鲜肉，但是在当时并不出名，当时也并不流行小鲜肉，小鲜肉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产。当初的小李子获得卷一角还是偶然之下面试得来的，据说当年来唐纳多来面试的时候就曾引起了轰动，这在当时一直都被人津津乐道。最近当年来唐纳多的面试官登上节目谈及当年的事，他说小李子当初过来面试，接着十分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通常的时候面试演员都是一对一面试，一个演员参加面试对应着一个面试官，最多两三个，是不允许其他面试成员观看的。然而据说在小日子面试的时候却引来了整栋大楼的女人，甚至连当时的女保安都敲了一会班，专程跑过来围观小日子面试。